人家开路呗，人家开路呗，人家开路你坐，你老想坐高头，人家大高头嘛，小坐头了就是，那俩坐不下的俩，压着头的呀，那压着压着的大小比大小的，就要跟你缠住了，哎，你说。你输了，他不是不输，就是听着，不是你听着那白听着，我看啊，听着。你说，你俩管，你俩管那个，来吧，坐这吧。这是蒙点儿嘞，蒙运气的，人家一弄蒙上了。蒙运气的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牛不拉，我是赵老师嘞。哈哈哈哈哈！无手乱你。三十。啊？三十。才三十啊？嗯。那你讲完了哥？没讲完，我讲。干子不干子了？啊？那这不也中吗？干子了。咦，这都中。干子，我现在那嫌臭，我还是得干子。臭。对，将来富贵了，你们家里吗？贵了。你推了推死了是吧？嗯，叫太臭了，你说。叫咱颠过来的那俩，叫咱试试看。嗯。走开。就是嫌臭了嘛，这鸡给大。嗯，你看那他这是前面那卷姐姐，他叫怪臭啊。哎，我是嫌臭，我就是嫌臭。嫌臭了再进出来的。别好，我叫他给扶住。嗯，你这可得。听话了。有啥嘞？忘了一个。你讲真些了哥，这天是讲了了，这天是讲了，那这一块都多事儿啊。这俩累的跟啥呀？我往哪个拿了？收紧了，就是，哎，四个那种俩月儿。单子回不了。回了单子也不能要腊肉肉啊。嗯。没有。啥呀？比较干净。这东西，牙也怪好。东西坏了，怪没人的拉着鼻着了。哎，可带就晓得了，我都拉着可带了。啊？你今天有劲，他俩那个劲还有男子汉了。到时候歇会儿啊。这感觉就跟那太长跑了之后，嗯，实际琢磨着死里头出点汗非常舒服。嗯，那小山你怎么删呢？我不想删，没劲儿。那我给你删删，趁点你的分儿。借东风了。借的南风。接着帽子，接着，哎，对了，接着帽子风，接着嫂子的风。哎呦，我是趁你儿媳妇。眼流，眼流，我汗流了，我汗流眼流了，真的。这样螺丝都是拉的，哎呀。嗯，螺丝拉这处理好啊。嗯。俺们哥家也是拉的。螺丝拉的呢？俺哥也是拉的。拉吧，咱女性也热。在这看。